那接下来是玛丽的三视图。哇，三视图出现了哦！三视图好像有一点小，你们稍等玛丽一下，玛丽把三视图放大哦。就等待ください。啊，玛丽先把自己移到旁边，等我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把这里移过来，然后把三视图拉大给你们看。这个啊是，玛丽的妈妈帮玛丽画的三视图，你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玛丽的正面，我们的脖子上，然后手上跟我们的头发后面都绑了漂亮的红色丝带呢。然后玛丽的鞋子啊，西贝鲁妈妈特别的帮玛丽做了玛格丽特花的皮雕，きれいですね。然后玛丽的衣服上面呢有四个漂亮的纽扣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玛丽的背面，这个是玛丽的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在这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不能看，你们不能看，魔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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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！等一下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个没有，你们没有看到这个不能看，西贝鲁妈妈，你把这个画出来了吗？缩回去哎呀，要不然这些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茉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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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玛丽不要看了，你们害羞，你们变态。对，这个就是玛丽的三视图，谢谢西贝鲁妈妈，谢谢了。好，那玛丽的妈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玛丽的妈妈这才是西贝鲁妈妈。那我们下一章就要来讲到玛丽最喜欢的西贝鲁妈妈咯。对，太害羞了。不可天台うるさい，本当にうるさい，うるさい。